我们整天怼天怼地怼空气的金星老师，这两天在最新一期的金星秀中又怼上了我们的老干部靳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金星这次对靳东的吐槽不是别的，正是大家对靳东特别认可的演技。在节目中，金星表示对靳东很失望，认为最近靳东在诸多电视剧中表演同质化，很漂亮很潇洒的，给我一堆鸡汤，什么事儿都懂。我对我最喜欢的靳东最失望。为什么呢？角色太雷同了，最近演的角色，我以为是《欢乐颂二》呢，也是这个样子。完了，这个《外科医风云》也是这个样子。完了，这个《我的前半生》也是这个样子，穿了个西装，很漂亮，很潇洒的，给我一大堆心灵鸡汤，什么事都懂。